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。你听说过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吗？那英语里边也有同样的表达，他是这么说的， The way to a man'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。 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个女同志问你说，我喜欢 Kevin， 但是呢他从来没注意我，我怎么才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呢？你可以这么告诉他，你说 If you want Kevin notice you, invite him home and cook food for him. The way to a man'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. 好吧，今天我们讲了 The way to a man'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， 就是说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请点订阅，并转发给有兴趣的朋友。我会每天更新的。